高兴哈，2020台湾设计展在新竹要来隆重举办哦，10月1号到10月11号，在新竹有2公里的轴线哦，那集结了台湾最顶尖的这些设计力的好手们，要在这里展现我们台湾的竞争力哦。那今天我们特别来到台南市哦，来向黄伟哲市长以及我们台南市府团队来请益哦，因为我们也为了要办好设计展，我们启动了一个设计力请你帮忙这样的一个行程参访的行程。那台南市我们都知道哦，伟哲市长这一年多以来哦，透过公共建设的投入，包括我们这一个和乐广场哦，都得到了这个国家建设的一个大奖哦。那透过公共建设来翻转城市，这和新竹市政府都是一样，我们透过设计力导入公共建设，让市民有一个更便利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哦。那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雅果游艇这个码头哦，因为新竹市有一个南寮渔港改造成新竹渔人码头，得到市民很大的一个肯定跟回响哦。那我们特别来这里取经，希望未来有机会在新竹渔人码头也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游艇的码头哦，让我们这一些主科热爱帆船运动啦，热爱游艇休闲的这一些企业主们市民朋友多了一项新的休闲选择哦。那最后还是要诚挚的邀请台南的乡亲，所有的国人，在后疫情时代哦，欢迎大家10月1号到10月11号来到新竹市，一起来参加2020台湾设计展 Check in 新竹，人来疯，欢迎大家。好。